车吧，一直宵夜啊！车辆有约了，回家。为什么突然会想要查那场车祸？我拍的那堆照片。 有几张好像被删掉了。这女生你有看过吗？你谁被撞上了？我一个当事者都不想追究，你目击者追什么？这小老弟啊，不容易啊，第一时间到现场哦。我只是想帮你查出真相，然后抓到那个肇事者。我也要知道真相啊！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